Hello，今天我们吃三文鱼花之恋。先来一个三文鱼面条。这个酱汁好香哦。牛油果的山芋花。吃一只红魔虾先，这个是红魔虾，哇哇，这个脑子好漂亮，哇，带着虾膏的。现在红魔虾真的太优秀了。这个是樱桃鹅肝，每次吃三文鱼都没吃饱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拜拜。